太多了吧！我这场提示都已经没有了，现在。导演，啊，听下来了，这场说一下这场戏啊。嗯，好。嗯，这场戏一定要注意安全，OK吧？行吧，导演。OK吧？行，来，我们走。来，道具，服装。来，道具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四、走。赶紧看看，赶紧走，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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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这个本来是要给秦锦霄的。嗯，你来吧你。锦霄哥，宋雨菲呢？哦，雨菲姐在楼下超市呢，我先让她伪装好。你最近有没有觉得宋雨菲有点奇怪？嗯，是有点奇怪。平时雨菲姐为了避嫌都躲着她，今天竟然……你去查查，看看宋雨菲最近有没有和什么奇怪的人接触。嗯，好，那我去调查一下。为什么不听？我想出来自己坐着。上去吧。公寓的菜品太差了，能不能请个厨师啊？最好是粤菜的，求求你嘛，老公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一直就会。我一直就在学习研究菜谱，想说试着做一做。那这个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这是你今天练的字儿。
这是你之前合同上的钱，你什么时候连字迹都变了？我昨天练字儿的时候右手不舒服，我就想说拿着左手试一试，然后就签了这个。那麻烦宋小姐用左手再签一遍字。我今天左手好像也不太舒服。宋雨菲，我劝你最好跟我实话实说，否则完了完了完了，要被谋杀了。不行，就当是一场梦，小命要紧。哎，我好好，我跟你说，我不是宋雨菲，我是宋雨菲，我至少我不是这个宋雨菲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突然间这个宋雨菲到另一个宋雨菲身上。魂川。对对对，就是魂川。麻烦说谎之前动动脑子行不行？别把上部戏的剧情放在现实生活中。我没有。宋雨菲，你假借刑天之名，让大家以为我和李天元都喜欢，所以你在李天元受伤的时候给他递纸巾。你练签名是害怕我把合同曝光，一旦有人查起来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用另一种签名把自己洗得一干二净。我说的对吗？嗯，好像没毛病。婷姐，礼物帮我送过去了吗？放心吧，送完了。那导演怎么说？导演说具体定哪个角色还得看雨菲本人的想法。不过你怎么到现在还惦记着人家呢？长这么大就喜欢过一个女孩，能多喜欢一会儿就多喜欢一会儿吧。天元啊。嗯。你千万别因为她影响了自己的前程，你现在还没有能力和秦景霄正面 PK 呢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放心吧婷姐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离开。